希望是一场很浪漫的戏。地址写的是信息，你这样心态就非常幸福。我要有自信相信自己，而且全力有点了。篮球之神 Jordan 曾经说过，我可以接受失败，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放弃。这一个冬天我得一个人走回家。 OK， 好，然后好，盛雪为了要让若赫跟他说五分钟的话，要他留下来。若赫说，如果十三街队长下雪了，我就给你五分钟跟我讲话。盛雪真的做到了。他们两个人在打球攻守之间像一个舞蹈一样，要把它呈现出来其实非常不容易。所以说有很多东西跟想象跟现实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你希望把这场戏拍得非常的唯美浪漫。从认识你今天开始，我就已经别无选择参加这一场爱情的比赛。如果全部的